前国安局长陈明通今出席新册发表会，表示前新竹市长林智坚的论文案是冤枉的，应该先给林智坚一个清白。不过，台大发出声明强调，撤销学位的当事人拢已经接受调查结果，也搁再呼吁陈明通做人的指导教授，就要担起责任，甲社会大众回应的。世纪大冤案，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是要说它是一个世纪大冤案，希望早日还给智坚一个公道。一份清白。为了清楚前新竹市长林智坚论文案的头尾，经过武汉陈明通出席论文案新册发表会，搁再声明林智坚的清白，搁提指控抄袭学生易正宏的写作过程来做比对。我为了教学方便，我先弄出来给他，他的论文到 final， 这里面任何一个文字、那个数字、那个符号，都是我当初弄的，他没有改变半个字。我把跟林智坚讨论的结果修改进去。易正煌的写作底稿里面，我叫他再继续发挥。易正煌是半路杀进来的。陈明通讲，易正煌的论文内容拢是家己甲林智坚创作延伸，册中故意落地卡处理，导游地卡的食材拢是林智坚的，几出菜上关键的部分是陈明通录的。易正煌跟他提起配饭，陈明通表达无认同，代代学论委员会做出林智坚抄袭的认定，也表示论文案变作2022年九合一大选政治斗争的工具，其中有认知作战的因素。审定委员连操作性定义都不懂啊，是，对的，那有什么专业呢？但是台大的校长是希望你来道歉呢、欸。我就请他再把这本书看完，会有不同的看法。学论的东西跟中国界选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书里面有说，从学校到教育这边都觉得林智坚的论文有问题。所以我要帮他平反。对于台大校长陈文忠进行表示，学生的论文让人贴上做指导教授，应该向社会大众回释的。陈明通也不认同。台大发声明指出，依照听书调查了后，撤销两个学生的学位，当事人都已经接受，搁再呼吁陈明通应该回释的，强调学术伦理甲诚信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。中研院院士、台大医学院教授陈培铁伊认为，台大应该思考成立调查小组，公正查清楚这个事件的系统性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